大家好，我是傅远乾先生。根据预防查安全性检测资料显示，做 BNT 预防查之后，是出现当罕见的心肌炎、脑性包膜症病例。有的病例主要是发生在注射之后12年之内，还长期发生在做体验门之后。同时，后生男性的发生率还高。大家为特别提醒大家，做预防查28年之内，要特别注意以下五大征兆。第一，胸部胃痛，胸部有压迫感，模式一些。第二，心肝宝宝表，像心跳太急，模式五规则。第三，跳气太急。第四，运动开五张，项目给铺路是气急急，无力去推牌。第五，跳拉分，分贴出现日常征兆的时节，让饮食本身上看，通知到先生讲，征兆持续的时间，要是足够的预防下，还有注射时间。